先生哦。好，麻烦下车哈。我们赶快处理了哈。来，这边请。警方呼吁，车辆危险驾驶行为以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，鼓山分局不定期与环保监理等机关联合稽查方式，举例违规车辆，严正执法，以维护用路人安全及民众之权益。